各位创始人你们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江真宇，非常感谢在第一次公演的时候有你们为我撑腰，让我知道了在这个舞台上不仅有队友有伙伴，还有最最最重要的你们。我很喜欢这个舞台，我想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为你们展现更多不一样的自己，所以如果能在下一次公演的时候顺利晋级的话，我想要唱一首歌给你们听。期待吗？期待的话就请继续为我撑腰吧，接下来的路我们继续并肩作战，一起在舞台上发亮发光。各位女团创始人你们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艺瑾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能为我撑腰，是你们给了我信心，给了我勇气，也让我有了决心继续站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就做一个约定吧，我会更加努力，在下一个站点以更好的样子与你们相见。如果我真的能在下一个站点与你们相见的话，我就想再给你们展示一个不一样的我。你们想看我唱 rap 吗？如果想看的话，请继续为我撑腰吧。萨迪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内政乃馨，我非常感谢大家创始人们为我很多撑腰，为我在第三名，我很开心。如果我有经术有机会在这里，我会给大家展示中文 rap， 请大家经术为我撑腰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各位女团创始人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希琳娜一高。你们的支持我都接收到了，感谢你们的守护，给我向前的机会，我会更加努力变强大，以后就由我来守护你们吧，请女团创始人们继续为我撑腰。下一次晋级我会写一首原创的 rap 向大家表示我的感谢，你们应该帮我记得哦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赵月，非常感谢各位创始人们能给我撑腰，让我拿到第十名的好成绩。对，然后未来呢，也就是拜托各位创始人了，继续陪着我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面，迎接新的挑战，逆流而上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在此立一个 flag， 如果我能进到下一个赛段的话，我就给创始人们表演一个顶碗翻跟头。如果各位创始人们非常期待这个表演的话，请为我撑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刘先宁。首先谢谢所有创始人们能够为我撑腰，让我走到今天这个位置。还有我想说的是，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们辛苦换来的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。还有呢，我一定会努力，然后成为你们所期待还有我自己所期待的更高的位置，希望你们能够一直一直陪我走下去。还有如果我能够顺利进入到下一轮的话，我想给大家展现一个新的面貌，那就是 rap 刘先宁。如果你们期待的话，那就请继续为我撑腰吧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陈卓璇，非常感谢各位女团创始人为我撑腰，让我继续留在了我最热爱的舞台上。但是我不满足于我现在的位置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不够满足。所以接下来如果下一阶段我还能继续晋级的话，我会给大家表演一个边仰卧起坐边唱歌边 wink， 如果你们想看这个表演的话，就继续为我撑腰吧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徐艺阳，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为我撑腰，让我走到现在的位置，之后我也会一直努力，多多争取，更加自信，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。然后如果我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话，在这里我要立一个 flag， 就是为大家唱一段认真的 rap， 所以如果你们期待我的 rap 的话，就多多为我撑腰吧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谢安然，感谢各位女团创始人为小谢撑腰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喜欢一个有那么多不足的我自己。我想说，努力不一定代表成功，但是努力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。
我希望我在这里可以走得更远，我也确信我能在这里走得更远。我现在就要在这边立下一个 flag， 如果我可以晋级到下一轮，我就要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给大家呈现一个原创的舞台。嗯，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就请继续为小谢撑腰吧。Hello， 各位女团创始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苏瑞琪。以前的我到最后都是被淹没在人群中的小透明，但这一次很幸运，我从一开始就被你们看到了。有一个人喜欢看我跳舞，我就会继续跳下去；有一个人喜欢听我唱歌，那么我的歌声就不会停。这一次我一定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请女团创始人们继续为我撑腰吧。这次如果我能成功留下的话，那全新的男团舞一定给你们安排上，这一次请偷偷期待吧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最最最重要的女团创始人们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刘梦，感谢你们为我撑腰让我晋级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更加勇敢，更加自信，希望在下一次舞台能发挥得更好。感谢你们为我撑腰，如果下一次还能留在这里的话，我就录一个吃播给你们看，就这样约定好了，请继续为我撑腰吧。 Hello， 女团创始人们，我是林俊一小林，感谢你们为我的撑腰，如果不是你们的话，我就不能继续把这个梦继续做下去了。到了下一轮，我想想啊，如果到了下一轮，我就怒瘦个5斤给你们看看，希望你们可以让我怒瘦个5斤之后为我撑腰，让我留到下一轮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田静凡，感谢各位创始人们为我撑腰，我一定会努力冲到第一。如果我还有机会留在下一阶段，我会给大家展现一段自创 rap，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请继续为我撑腰吧。Hello， 女团创始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创造营2020学员的陈珂，很感谢有大家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为我撑腰，我才能够更加自信勇敢地站在这里。希望和大家约定好，在下一个站点以更好的姿态见面。希望下次有更好的机会能和大家说声感谢，所以我会在这里立下一个 flag。如果下一次还能在这里和大家说出感谢的话，我会把我带来引领的帽子通通封箱。我的帽子去留由你来决定，很感谢大家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希望大家未来也和我一起奔跑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心仪，感谢创始人为我撑腰，让我可以走到现在的位置，不过我觉得我还可以走到更好，然后下一次的公演我有十足的信心。嗯，在这里呢，我立一个 flag 吧，如果下一次我晋级的话，那我就唱一段 rap 给你们听，你们想听吗？想听的话就快为我撑腰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的学员孙珍妮，感谢这次女团创始人们为我的撑腰，让我顺利的留在了这一个赛段，然后请你们也不要松开我的手，和我一起继续冲啦。如果我顺利晋级到下一个赛段的话，我就会穿着帅气的男装，以一个小狼狗的身份出现在你们的面前，然后我会改一个假名叫孙真仔。如果你们期待的话，请继续为我撑腰，谢谢。